们 B box 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快变魔术，你想看吗？准备好了，要变了，一、三，你知道我变了什么吗？变成一个爱心给我。不是，我变得更加喜欢你。哦。他们三位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对，然后这个任务即将要发生在10月5号，10月5号是什么日子呢？电视金钟奖。在平台跟摄影机的距离中间，你们可能看到的有时候就是要认人，认人，对对，因为我真的是有脸盲的那个状态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部分还蛮紧张，然后还有名字的部分。希望今天节目结束之后，你不会把我认成香蕉。是有一点肤色就有差。刚刚哈哈进入了，哦，这样子，人家脸盲那种，嗯，今天我见过这两个人，然后啊，江哥你好你好，然后叫我，我觉得就是心情上也会开心啦，因为你比较红，没有没有，我被叫成江哥，我也真的觉得蛮好。三个人绝对不太会说不出话来，除非他们两个说，香蕉你觉得呢？这样就会了。哦，真的？对。那香蕉你觉得呢？哎，对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我已经在预防了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，很棒。那温妮觉得呢？我也觉得你们两个的意见很不错。那观众觉得呢？好，那我们大家都有共识，我觉得太棒了。好棒啊！我们如果三分半破口都在看这个，我们应该会直接把他们说，你们三个可以回去我自己来。至少，感谢。哇，真的来啊！香哦。哦。我们制作人啊，其实如果是男来宾的时候，很少这么热情啊。沾了两位的光，虽然他身为大哥，但是哇，他直接给我们上四盘，还有泡菜，哎，真的。哎，我们今天给你吃了这个，哇，天哪，温妮人真的很好哎。我们先吃，我刚刚已经吃过一盘。谢谢。哇，如果在路口换衣服的话，这样子会不会很忙碌？会不会中间点你蛮长，你可以去换。很短，这笔很短，对。是怕你要换发型就比较麻烦。是哎，我觉得应该是不用。但我幻想中是我们三个可能穿同一个色系，然后又讲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个到底会不会讲出共同的颜色呢？三二一之后，请他们给答案。三二一，白色。粉红色。哎，我们好像三个都讲不一样。对啊，他要白色，他是红色，你要粉红色。哎，那可以啊。哎，三个等一下，我注意到就是红色搭起来就是粉红色。看嘛，三个人就是这样。真的，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，你可以穿红的，你可以穿白的，他要穿粉。什么？好长哦，对，很惊悚吗？什么什么？蛮惊悚，蛮惊悚，蛮惊悚。好好好。前一组吴康仁刚接受完访问，下一组的温森豪比预定的时间晚3分钟进场。导播传来网络主持多撑3分钟的任务，您该如何化解状况？啊，哦，你该如何化解状况？对，这个好难哦。不会，现在就是即将发生这件事的。嗯，谢谢温森豪先生。哎，不是温森，谢谢吴康仁先生。温妮，有听到吗？温妮，好的。由于现在那个路况真的比较塞车，然后大家都在忙碌的路上，然后因为金钟奖的周围实在太多人了，导致温森豪先生现在比较有一点点就 delay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网络的主持就是要再撑3分钟，所以大家就要先听我这边乱3分钟。是，那我们聊一下我们今天的服装好了。我们今天因为呢要在红毯主持上面呢主持这个典礼，那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，所以真的很紧张，到底要穿什么？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典礼过。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服装好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穿什么？对对对，我的穿什么？你好，好啊，好不好？那观众也学起来，学起来哦。我愿意。哎，这么坏是？我看到你这样，我不是很愿意。好，聊聊看。我是来问，我问你，你很 B box 对不对？对。我很快变魔术，你想看吗？准备好了，要变了，一、三。你知道我变什么吗？变成一个爱心给我。不是，我变得更加喜欢你。哦。哎，时间到了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现场来宾来了，赶快问一下。现场主持把现在进场来宾香蕉叫成金城武，身为网络主持人，你该如何化解这个状况？哇，这不是状况吧？这是这个主持人绝对是要去挂号先。没有没有，香蕉可以看成金城武？怎么不行？这不是开玩笑？怎么会不行？郭富城也可以看成我啊？啊？没有没有啊？我觉得就是谢谢你刚刚的见解，还蛮好的。
就是这当然只是一个，就是今天那个制作人春心让你开心的一个原因哎。那怎么化解？还是不用化解？哦、我怎么化解？我觉得说哇，真的这个主持人不得了。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被认成 Angelababy， 不知道观众大家你们自己有常常被认成什么？像我就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坚哥，我以为是刘德华，哇，受不了哎！制作人大哥决心要留给他的。肚子非常痛，想要上厕所，我要如何暗示导播我需要离开座位五分钟？你问什么？导播不用救我，等一下这趴我一样盯着。你暗示了？没有，不用暗示啊，这趴我来了。哎，大家好，这一趴呢，因为杰林跟温妮，然后用不同的样貌来面对大家。这段呢，我老实跟大家说，我现在肚子有点痛，可是呢，肚子痛会有什么状况？一种是在不，就像是我会变 B-box 王，我觉得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？就是掩饰自己，可能会一边呢放一些排废气，怎么掩饰呢？像是进电梯的时候，在的时候我就会哦，旁边的人就会哎，这个小伙子不错哦 ，B-box 好好听哦，哎，怎么带了一点味道？